来看财神奶奶了，赶紧的！是吗？财神奶奶，财神奶奶，哪儿啊？财神奶奶，让我看看。干嘛呢？班主，财神奶奶，财神奶奶，程二奶奶看戏来了啊？哪儿呢？二楼，穿绿色衣服那个。嗯，远着看还挺登对的。哪儿登对了？程二一西装革履的那么洋气。 这程二奶奶还穿着奇装，你懂个屁！她这身端庄大，还透着贵气，就比你这露胳膊露腿的强。大冬天的，她到处想露啊。这程二奶奶不是大家闺秀，足不出户吗？今儿菩萨出庙了，为的什么呀？一准听二爷说我来听我的戏，下一场给我瞪大了眼睛，卯足了劲儿唱，让财神奶奶瞧个好的。好嘞。 我就不服气，刚才班主说那话，这程二爷可是上海滩的摩登大少爷，还留洋念过书，还会英文，还会跳舞，怎么就配了一个那么老古董的二奶奶？你说俩人搁那一站，像夫妻吗？嗯，那就你和二爷像夫妻，是不是？本来就是嘛。你看我这模样，你再摸我这皮肤，我这气质，我这身材，不比那什么二奶奶强啊？ 那你几时给我们二爷当新奶奶去？就算是个姨奶奶，我都服气。哼，等着啊！只要二爷呢跟咱们水银楼常来常往，我进程家还不迟早的事儿。走吧，慢点，走吧，走吧。咱们走着瞧。 真俊，比我们女人还要女人呢。
这是哪门子的寡妇？寡妇夜里都是这么过的？我说唱戏的没个正派人，二爷怪我迂腐。今儿我仔细一打量，别的戏子我不敢说，就说台上这个邹氏，准不是什么正经货色。姐，人家这是，人家这是在演戏呀。就算是戏，他把那骚里骚气的邹氏演的是活泛，正经人哪有这道行？须得是才能笑。大概其也就这么个人吧。你懂什么？演什么像什么，那叫做工好。姐姐没看过阮玲玉的电影，她一个正经人家的姑娘啊，也能把一个妓女演得很像。春杏，不许这么对舅爷说话。二奶奶，我刚才在水房。好啊，好一个水云楼，台上演戏，台下也不闲着。回家。哎，姐姐，下边还一场呢。水云楼的戏码我可看够了，去，把彩头赏了。回来。商老板做工了得，把邹氏演得惟妙惟肖，这是赏他的头面。帮我传个话。他多会儿唱那个穿的潘金莲勾的西门庆的王婆，我再来看他。走。不是，姐。